还有石头掉下来啊！不是，因为我扯它，小心哦。然后绳子卡在缝里，缝里有石头。就来喽！小心一点哦，绳子要抓稳一点，我尽量往上面抓，不要让它晃。对，可以。哇，你这双鞋真的好。看就知道了，它很吃力，那个力量都吃得到。对，用膝盖，你有护膝没有关系。还真的，好像。慢慢的，左脚先上去，左脚那边有一个缝，你看不到，但是有一个缝，你左脚慢慢。哎，对。对，用膝盖。好难跑。到了这边是非上不可。下去更难。用手抓着，用手抓绳子，然后用脚、用膝盖上去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对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用膝盖，先用右脚的膝盖好了。太高了，是不是？距离太长了，要不我先上去，我再拉你。对，用右脚先上去，膝盖顶的。对，好，然后左脚也是膝盖上去。对，用膝盖上去，对，很好。哎，对。对，很好，没问题了。要上来也不好上哦。没事。我是担心我这只鞋子等一下不吃力，讨厌。你